吃哦。我看我去吗？要不要玩？好来。太远了，你们有人？看到就好。鸭子整个都在全部都看。哎呀，快走！快走！好，你们那边看到这边草上有很多白色的鸭子。这些白色的鸭子呢，我们平常我蛮常见到它们的，在菜市场上的时候。但是平常，这应该是你们第一次见到它们还在你们面前呱呱呱的时候。